江动员为了宣传新电影《金色梦乡》，出席在首尔举办的制作发布会。电影作品年产量不多的动员欧巴，好久不见，怎么看起来好像发胖了？살을좀많이찌었었고요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算是为戏增胖，还是一样不减动员欧巴的帅气。这次在电影中扮演一个被冤枉杀害了总统候选人的送货司机，和金成君、金大明饰演感情超好的大学同学。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实际上三个人在现实中也是同龄朋友。对，在一桌的时候。既然这么有自信，那金成君自认自己和江东元最像的地方是哪里呢？이친구도그렇고저도그렇고일단일단눈이두개있고요 、네、뭐팔다리도두개씩있고 、네、어떤마음 우리의정서 、네、어제밤에새벽에다들잠이안와가지고단톡방에서 단톡방에서 잠이안온다고그러면서이질문자기뭐라고대답하냐고 그래서뭔가조언을좀해주셨나요아니오늘기대하라그러더라고요 防腐剂美男动人欧巴怎么连声音都这么迷人？